说起这个睡姿，章鱼哥睡觉是这样的。有多少吃多少，吃得开心就好。我选择等于你帮我想想啥。身高，聚集腰，聚集腰。对对对，哦，臀腰长，臀腰长也太高了嘛，太高了。为了什么踢出的？两个青楼戏。你也太子吗？我演皇上嘛，让我演皇上我就踢。哎，新歌叫《新年这一刻》，是一个讲新年的故事。What? 如果你们爱新年的话，一定要听哦。在这里给大家拜个早年，新年快乐！